么意思？没想到你是个急性子啊！看到对面椅子上的袋子吗？打开看看。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卖你老婆的钱了。不都是这样吗？家里没钱了，都会找些东西出去卖。卖个老婆怎么了？你知道有多少人正愁没？出这么高价，他妈是不是神经病啊？我不卖老婆。我也能体谅你一下子，没有办法接受。这样，你先把钱带回家，看他一个晚上。我保证你会发现这买卖值了，相信我。你情况我都知道了啊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不像绑架，不像绑架。那是啊，谁绑了架还给你钱呢？一般这种情况呢，都是女方出了轨，帮了大款，然后演出戏，攒点钱就完事了。他那不是那种人。男人呢，一般都接受不了现实。这女人她是善变的，我看你媳妇儿调侃。不是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找到我老婆吗？明天，不这块太急了吧？不是少带你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俩看看，这都大半夜几点了，送快递加进还得加钱。说过多少次，那不得有点职业道德？抖音。